上好。哎呦喂啊！来偷偷美肌一下。哦，今天眼睛很重哎。是什么？晚上好，阿哲晚上好，酷酷猫晚上好。今天是不是有一点点不好看？哎呦，晚上好呀，请问我今天的网络是好的吗？还是是因为你们没有讲话？哦，很担心耶，我今天网络是好的吗？晚上好，顺，那就好。我想说先进来一下，等一下可以玩。今天有那个什么百万英雄，对不对？可以，这个有可爱的腮红，我喜欢。安安宽宽，我到了，欢迎抵达我国直播间。但我好想睡，我也好想睡。跟你们说，我今天上网课，今天是大学开学，我的上学开学。嗯，我要这样子直播，这样我要这样子投胎的，这样我就感觉不会拥有。嗯，太亮了，我就感觉不会拥有黑眼圈。我跟你们说，我这边这一直冒小痘痘哎，我这几天一直冒小痘痘，我不开心。大家好吗？嗯，好香。Hello， 加速晚上好。请问我的直播间是顺的吗？还是对我是应该是顺的？我会连呆国的分一起睡的，好好上班啊！你要去睡了，我们等下来玩游戏耶，不跟我一起玩游戏哦。邀请好友获得复活卡，本场可使用复活卡，所以我现在可以邀请哦。我懂了，很紧张耶。今天来玩游戏，早安呀，金耀晚安。Jack 晚安，晚上好。就算天苍了，哦呦，吓我一跳！等一下要开始了耶，你们怎么今天都没有人要理我？竟然提早没迟到，晚安呀，黑流星，是不是因为那个我今天太早了，你们不习惯？阿米晚上好，是不是我有点宕机啊？是那个你们进来的时候这边会跳出来说已加入直播间吗？为什么我没有跳出来？该不会是坏掉了吧？应该是没有坏掉吧？哎，我们的那个百万英雄要开始了，我们来准备百万英雄，快呼叫大家来陪果果，快啊！红晚上好，John晚上好，为什么你们竟然都没有写谁谁谁已进入直播间？为什么今天看不到你们 ？Tiger， 嗯 ，Tiger 嘞 ，Tiger 过来 ，Tiger 过来，快点，我们来玩游戏。哎呦，我今天都没有理你哈，现在有时间可以理你。谢谢黑流星的带你去流浪，这好可爱耶！这个特效可爱，我喜欢，还是粉红色的，是粉红色的，粉红色特别版。Hello， 小白兔，晚上好。家族晚上好，吉米猪晚上好。哎哎哎，开始了，请问我要怎么闻啊？闻闻。
会不会我这个很快就我现在正在玩游戏耶，有吗嗯，怎么没有？你们看得到游戏的题目吗？你们看得到题目吗？日本的国花是樱花，对不对？哎呦，吓我一跳，对不起。看得到啊，日本的国花是樱花。果果 ，Hello， 晚上好，德全晚上好，尤晚上好。怎么，让梦成真？怎么汗流满面？真的吗？今天可能油光满面吧。我在腌珠宝，什么中秋节神话故事中嫦娥奔月中的嫦娥住在哪里？住在哪里？大家住在哪呀？住在哪？等等，我忘记选哦，完蛋。谁知道啊？寻找野蛮女友活动，未满二十岁需要填写什么？我上次第九题，拜拜。好吧，算了。我还想说今天可以来玩个游戏，就我们也太快，看看人家多有诚意，家长同意书，我忘记答了。上次我那么晚才来是啊，怎么会正好被盗？好吧，那我们就宝贝，你今天有播吗？我想玩了，你让我玩嘛？我怎么不让我玩？为什么？你播完了呀？好吧，谢谢小吴的戳戳，你戳戳戳戳戳戳。资源快加入，好，那我现在来下载。完全呆鼓，我现在来下载《哈利波特》。哈利波特，哈利波特，会不会容量很大？谢谢我的幸运草。哦，祝你中午播，我今天开学呢。他礼拜三哦，祖祖还迟到，谢谢祖的幸运草。1.6G，那应该还行吧。Tiger，我的猫咪呢？我的龙 Tiger 梳毛。今天果果是当大学的，没错。果果大学生活好玩吗？我希望永远。谢谢猪的一封信，谢谢。我要说什么？我希望永远都上网课。对，更新好像200多哎，傻眼两次。谢谢惠顾，为什么？4.5GB 吧，苹果。哦 ，Tiger， 我是 Tiger。
好了，我来发现乱球。提可来帮你修嘛，也毛又开始掉。还好破布没出现。转盘，嗯，答错了，太好了，跟我一起。主播目前被建在 IG 开啊哦啊哦，来帮 Tiger 输个嘛。你的毛掉了哦，你说怎么了？珠宝没事。谢谢小我的行李箱怎么了？怎么了？我要去霍格华兹上课。请去，请去，我等下研究一下，我下载好了跟你玩。我挂着，好的哦，行李箱。我挂着，没事啊，你这样浪费电哎。你在帮我的猫梳毛毛 ，Tiger 在梳毛毛了哦 ，Tiger，Tiger 你毛又开始掉了，你要粘到我的衣服上哦 ，Tiger 先生。我全都答对了，什么结束了？你100题都答，哎，有几题啊？有几题？我是英文名字 ，OK， 好，我等一下问你。你可以转另外一边给我输吗？12题，哦，我天，我难过啦。刷成猪毛毛，外面我刷成乌猫猫啊。你要不要把我穿成乌猫猫？哎，你不要舔我，你的舌头很痛。答错，印度变种病毒。我难过。怎么要在我这边睡 ？Hello， 飞镖，这刷的声音好舒服的感觉。这是谁？这个是幻影战术，幻影战术晚安。德全全部都答对，那有什么奖励吗？德全，我跟你们分享，我今天是上了2堂课，就是我今天的课是两个课这样子。然后呢？然后我今天的课都不是同，就是不是线上，不是同步，非同步。然后呢，我就自己看那个影片。志豪，晚上好。三原色是 AKB 吧？什么三原色？刷刷刷，我刷刷刷，我刷我刷，好的好的。转那边给我数 ，OK OK， 转，转好了，转，我转一个转，我转呢、啊。我前几天有去看那个面面的直播，你不能把古锅带回，什么意思？今晚的百万英雄答题，我第4题就阵亡了。嗯，我刚晚上什么？你去看妹妹直播没有？我又没去看，很像是有看到几个熟悉的身影哦，亏我还把答案赶快，结果你没给我按下去。我那时候，我竟然没按到，想说赶快查一下，结果我来不及。谢谢德全，玩半天获得15浪花。哦，所以那德全你全部答对，你拥有什么？什么熟悉的身影？嗯，不知道哎。刷刷刷，大家都听到在帮你梳毛的刷刷刷。Hello JJ，
I love JJ， 可以换现金。哦，十五浪花是十五现金的意思吗？哎呦，你的猫掉下来呢！哎呀，我的衣服上面都是之前一场一百万，好多毛哦！你们看，一百万。哦，你说之前我很快就有人一场拿到三千多块，哇，好棒哦！嗯，我也想要拥有。Hello， 樱桃猫安安 ，Hello， 欢迎再续。我每次很喜欢玩 Tiger 的猫。你好，杰婷。哦，是这样子吗？谢谢志宏的带你去流浪，是粉色特别版呢，这个真的很可爱耶。今天去学校上课有男同学，吼，今天是网课啦。我刚刚说今天上网课啊，所以我今天上网课，但是这次先去洗澡吧吧吧，你是？搭建吗？今天是搭建吧。我刚刚说什么？今天上网课，对啊，今天上网课。我们大学两个礼拜要上网课，因为就是，对，要上网课。一个过来。开了直播，嗯。好吧，对，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希望永远都上网课，可以永远都上网课吗？没有疫情也想要上网课。其实我觉得网课很好玩呢，远距教学啊，对啊，远距不就是网课吗？不可能的孩子。阿翔晚上好，没有人这么混的啦。为什么？我觉得上远那个网课其实也很不错啊，不用通勤当然是不对。Hello， 玉晚上好。过了这两个礼拜，你还是乖乖去学校报到吧。我真的很不想要哎、欸。不过去学校比较方便啦。今天是柏林啊，对呀、啊，柏林生日。Hello， 福佛吗？为什么你有这个好看的框框？草莓酱 ，Hello， 可乐王 ，Hello。鲁迪 ，Hello， 月笑 ，Hello， 哎，为什么我今天没有那个啊？就是呢，你们进来的时候下面不会显示，报告就卡成一团。对啊，网课好像好了，应该，哎，志宏也有框框了，这是什么可爱的框框？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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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没有去留言我 IG 两篇的贴文了？你们快去留言！果果这个月生茄怎么这么好看？对呀，我好喜欢哦！实在是很不忍心的告诉你们。第一个过来给我梳毛毛，第一个给我梳毛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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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梳毛毛。有还有分享限动，有啊，为了你的全身照留言了，快去留言，我再考虑考虑，今天晚上发最后一篇文，第三篇文。哎，不要咬我！谁把你抱进购物车？肯定是你们呀！发尽量发。我实在是非常想要先跟你们预告一下，三篇不够还有，三篇还不够吗？
才长肉那张购物车的照。对啊，我的肉都不小心溢出来，钱包挡不住了。三篇哪够啊？我的照片都要用尽了啦。我跟你们说哦，就是贴心提醒一下，就是下个月的我也很喜欢，实在是不忍心的跟告诉你们，不过你们的钱包人可要小心了。会不会这样子你们的那个期望值会太高，看到的时候就觉得还好吧，多发不嫌多，这么早预告，才在这个月已经想预告，我真的很想要赶快跟你们分享，因为我都好喜欢，我都超喜欢的。你现在哪个月不喜欢？因为真的是我下个月有比这个月香吗？不一样，不一样的香。听闻其他成员说过，要我们皮绷紧，是吧？不是只有我吧？不是只有我这么觉得吧？我觉得真的很棒。请问这个月四包，下个月会买多少？看你喜欢哪一种果果喽。少抽两本年历，不要这样，要小心喽，要小心喽。四包可能不够，可能需要四十包。每个月都期待升学月配照，我很喜欢的。其实说真的，这次我都很喜欢。什么时候看到女友空姐服升学？这什么小恶魔预告？这不是小恶魔啦。什么薄荷巧克力色啊？40吧。什么薄荷巧克力色？哪里有薄荷巧克力色？可以稍等我一下吗？我刚刚大概开始播之前，我就坐在这边喝这样子多的水。大概讲，我刚刚从这边吧，我刚刚。是不是我上午喝的？然后呢，我开不起来，这样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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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喝了好多。Reset 的空姐装啊，哦，那套是空姐装，你没看到我的钱包越来越瘦了吗？那个不是安迪是巧克力绿，你说我的衣服吗？那个不是蓝色吗？多喝水。对，没错，我最近在执行多喝水。不过你们现在可能需要跟企鹅先生讲话一下，企鹅先生不要跌倒哦。不能。企鹅先生，张开眼睛看得更看得更远呐、啊。Hello， 阿福，这边有眼睛啊，他的眼睛在这边。我甚至还帮他剪掉他附近的毛哎、欸，但是似乎是没有什么改变。这也是他的眼睛啊，输给你们看。
我输给你们看，等我一下哦。你看我之前把他旁边的那个毛剪掉，因为他都看不到。江江眼睛出来啦，又长出来了。哎，这样子比较可爱耶。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一直这样子吗？把他周围的都剪光光。玩偶会长毛，又长出来哦，又长出来了。为什么企鹅是狗狗的叫声？狗狗 ，Hello， 朱莉儿，晚上好。该清醒这两个月，要不然我们的狗狗男生应该被我们狗狗每个月的生日都喜欢他吃吃滴滴。Hello， 啾啾，啾啾，你还在吗 ？Hello， 回回，晚上好。今天早上8点就起床，虽然我的课是下午一点的课，但我今天早上8点就起床了，没有8点起床，然后我好像9点又睡到12点的样子。早睡早起身体好。我最近长痘痘，我不开心。啾啾啾，9点要睡回去了，你也太……没有没有，大概十点睡回去，大概我8点，然后起来吃个东西，然后我看看手机，大概将近10点，我又睡回去，睡到12点。你们看我的这个香，上次我跟你们分享这个香香的时候啊，它好大一块，你们记得吗？然后呢，它就越来越小，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只要打开瓶盖就有香味。早上进我的课超少的耶，是因为玩游戏太晚睡了。才清醒2个小时哦！你周六早上6点要早起，早上6点为什么？这个人不用到学校就一直睡，训练过。我那时候还问老师说我们学校有早八吗？他说比较不会给我们排那么早。哇，老师太好了！果果业配，看起来那些果果是不是忘记选课？我们的课就是这样子的，可以什么加退选的，但是我什么都没做。你试试都没选，这正常。如果没被当，大一是4年。我有问老师说会不会大三大四，会不会现在因为没选课，所以大三大四很多课。然后老师就说不会，这个课都是给你们就是有安排好。他说你们总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吧，你们周末也可以去。什么有自己的事情啊，打工什么什么的，我就觉得哇，好棒哦！玉安晚上好，我都选10点过后的课，但我们3、4年级是怎么可能有这么好心的？真的，他真的是这样子讲，实习一堆，他会不会我被诈骗呢？还是我问一下老师，你有凑到16？我有啊，我有啦，我真的有。看一下，你们不要害我紧张好不好？我真的是有跟老师确认过的，好吗？有啦，有16学分啦，还要确认？有啦，有。忘记账号。等等，要确认。先，你有选通识课吗？什么是通识课？没有，真的，我有确认，跟老师确认过，真的不需要，好吗？你们不需要担心。1、2。选没有，我们有必修课啊，有啦
有的啦，有吧？什么？要怎么看呢？怎么办啊？哎呦，我的课呢？哎呦喂呀，妈呀妈呀！哎，怎么突然给我叫小手？是不是按到叉叉？通识课不是系上的必修，不然是什么的必修？让他大二三带同堂，是全校的，没有，我们学校是一间很自由的学校，真的啦，你们相信我。跟妈妈们看一下，有啦，真的有，今天是没刘海，对呀，听哥，你为什么在玩袋子？大不了就大五，看得出来很自然，真的没有什么通识课。不然我问一下国家，是真的，等一下吧，不然选个语言通识也好。我升大二课表明显比大一空很多，为什么？大四前修完，大一要先把通识课升一升。学分有，我记得学分有到了，就不用就是你们系上有党修，什么党修？第一的课没修完不能修，我不知道哎。但是我们老师有说可以去别的系。别的系上课，大三大四轻松，能修就轻松，之后会比较轻松。好，可是我们没有讲到这个东西啊，真的没有了。而且我们的选课是16号，还不是今天，所以还不用担心。通常通识课比较闲的时候再修，但如果大一很闲，确实该先修。不过我们是16号才选课，所以还来得及。会挡修是专，怎么是挡修哇？正常是大四大家才会着急，但我们的系跟别系比课时多，毕业需要的学分有到，真的有到，真的真的真的。因为我那时候很害怕，我就很害怕说，哎，我们的课那么少，很，因为我有听郭姐讲说，她有，就是她有大学的朋友说，就是，反正就是大一如果没有什么课的话，大三大四会很忙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特别去问了我们的系主任，说就是现在这样子的课，会不会大三大四会课很多什么什么？他说这不会啊，尽量都就是他就跟我他这样做工作，还是说他骗我？下礼拜三开学的我还可以飞一下，就比如日文一你没过的话修不了日文二哦，系上必选总共几学分？我要去哪里看？哇哇！我过得很那个哎。学校系官网吧，好，我来查查。微学分系统，微学分是什么？
是要查微，不用下自己，感觉你们是真的很轻松。而且我跟你们说一件事哦，戏办比较快哟。嗯，连这个都没记，真的太凉了。你看起来好像不太懂这个。我跟你们说，我那天不是去学校吗？你去你的系上网页，理论上应该会有贴毕业要几学分。有啊，我都有上必修的课啊，都有啊。我们没有什么，等一下啊，我看看。不要等你大四就，你去你的系上网页，理论上有系上网页是要去哪里查？好，我再查查看。应用。Hello， 我来自我问那个，应该有发。等大四大一应该还好，全哥说的没错。不是，我跟你们说一件事情，就是毕业要修128学分。一学期要修多少学分啊？大概到处加起，哇哇哇！等大四才知道，就准备大五。毕业要160，一学期要修十，有啦，我有16啦吧。但是大一通常超过16，可以啦，安全啦。这样子一个学期16的话，2、4、6、8、10，好。哼，这样子16乘以一堂哦，嗯，希望真的，前提是没有背档，都不用抢你，不能背档是前提，所以就不要选有空堂。没有，而且重点是，我就想说，就是大三、大四啊，就是。我不敢把我现在的课排太满。你看听歌，听啊，听啊，听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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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Hello， 咚咚咚。好了，你没有粘这么多毛了。嗨。咖喱。你晚上要不要吃那个章鱼烧还是大阪烧？我那时候抢课抢到23学分，等于天天要上。哇！凌晨4点。在抢课，早上10点上到下午5点。我们的课都是，对啊，这不就对啊？我的课也是这样子耶。我的课是早上，早上10点。哎，没有，我的课都是下午哎，怎么会这样？没有了，我早上有什么什么校共时间跟系共时间，然后课都是1点开始到5点，是不是真的有点少啊？
强热蛮好过的，可你还没找到大一就天天走吧。国都选下午的课，还要去网咖哦，是这样子哦。Hello， 小生晚上好，你会想去想参加社团吗？有时间的话可以去体验。我才不要嘞！这是什么超没那个超没斗志的那个大一新生？我甚至连那个什么迎新会都不想去，可以不要去吗？你真的有选通识吗？我先来问一下我们亲爱的学姐。不然家里有哦，参加热舞社啊。你们的第一次抢课，你就会体验到热门。哦。啊。你等着被点，为什么不去？为什么？迎新可以不去吧？对啊，迎新为什么要去？去跟他们玩什么游戏？我真的很不想社交。毕业的学分重点在总学分，有包含各种各种像必修、选修、通识、要选流。好，我再来去了解。后来想想也不会，因为我不想交朋友。对呀，可以不去就。对啊，我已经准备好当边缘人了。Hello， 我们就不会，你也不用去自然就基本上有的时候你可以，哪些老师比较好哦？我跟你们说，我今天上的第一堂英文课就是文法与修辞还是什么？然后啊，有吵吵，老师就在跟我们说，就是。上课给成绩的部分，他说基本上你只要55分，我就会都给你60分。他说基本上只要你55分，我都会给你60分。然后什么5859这种也是，因为这样子的话，你们也会比较轻松。去过之后也是可以当边缘人啊。学姐也都不知道为什么听个可爱。然后那时候我去学校那个什么。新生训练的时候啊，我们老师就是我们早上什么健康检查，还有一些测验什么什么，然后最后就是要回我们的班级上，算是班级上吧，算是班上，然后我们老师要讲一些事情。原本那个时间好像是12点到3点吧，我们老师就讲了半小时，就他什么都没，他好像没有讲个什么东西吧，就是只是在讲一些比较。就是没有讲什么东西，我们30分就过，你们好严哦，我们骗人，你骗人啦！学长姐，很标准的四舍五入，但参加了之后只会更后悔。增加粉丝也可以哦，刚开学都这样。啊，因为你们剩远距教学，这算还好，最高只有70，真的、啊、不调分的话，原始平均分数40到50。顺便宣传自己，我要当个低调行事的人。你知道我那天去学校，大家应该都把我当怪人看吧？那时候我就。穿了一件衣服，我就戴着帽子，我整天都戴着帽子，然后戴个口罩，然后坐在那边。大家应该都觉得我是个奇怪的人。当年我的新生入学，可是都每个都被抓上台当众，什么意思？所以要请系上帮你，请麻烦帮我念，我是最喜欢吃苦妮的，你哭的苦妮。果果怎么越长大越害羞？没有啊，我觉得是不知道，现在还好啊。口罩是，不是人都是这样，越长大越孤僻。我是不是有点太早了？现在还好吧？可是我就
一直戴着那个，因为我喜欢穿，就是我很喜欢穿有帽子的外套，那天都穿着有帽子的外套，然后呢，我帽子戴了一整天，就每个人都上台自我介绍，怎么都没有自我，有啦，我有自我介绍，老师说，因为你们大概自我介绍，然后拿个便当就可以走了，我就说大家好，我是国新宇，今年19岁。我甚至嗨大家自己的自己还念错了，如果是这样念好像蛮棒，直接 catchphrase。 Hello 品贤晚安，晚上好。我就不知道怎么自我介绍，欸，可以系助理还能，哎呀，说不定被取出好高高帽子怪人。我差点，大家好，我是 AK， 就是然后现在就是自我介绍都会就是下意识，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P Uni Daisy 的果果，就是想到自我介绍就是想到这样，哦，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自我介绍，哎，我就只说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国新宇，今年19岁，然后就没了，我也不知道该讲什么，同学。补签补不完，对呀，我上次好像关了3次吧，因为我的网络太挡了，抱歉呀。你说我是最喜欢吃哭你的，你哭的哭你呀，对呀，我是最喜欢吃你哭的哭你呀，不是，好呀，我是最喜欢吃，对呀，我是最喜欢吃你哭的哭你呀，我是最喜欢吃你哭的哭你呀，对呀。你要是大学新生的时候，我觉得我也是服了，有个新出的果果高冷女才不是嘞，做公关啊，这样就够了，这就够了，搞不好能拉到几个粉丝，好呆。高高回来了吗？高高回来了吗？偶像自己搞很哈尼来这样自我介绍。我也是，刚刚是在怀疑，我刚刚在怀疑我在念什么。好期待又好紧张的大学生活。所以你有去没有？在学校上网，在家里上远距课。每天带应援上上课，其实我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上课，因为我之前国中的时候就待在 AKB 了嘛，国小，然后国中之后就是台研嘛，然后就是我都没有特别提过，是好像他们可能想要找我 IG 吧，就自己找到这样，因为我有时候被人家问都有点害羞，现在不会，现在就说对呀，啊。转到一上台报告就开始打扣，这不是我的同学吗？只是同学应该有 TP 粉吧，只是不说哎。哦，跟表妹一样，跟表妹一样什么？国高真的小小的困扰。其实我有困扰的一点是，我现在不太喜欢交朋友，是因为你不知道哪些才是。真的想跟你当好朋友的朋友，你们听得懂吗？就是你 IG 还真不难找，对呀，再加上对呀，开心哦，你说跟表妹跟雨林一样，我总是表妹，对呀，我喜欢在家上课，懂，其实也不一定啊，就是长大之后都会有这样子的困扰吧，因为以前就被。也不用被怎么样过啊，只是会因为遇到一些同学啊，就会变得就是有时候会想说，嗯，他是可以当好朋友的人吗？我没有可以，又不一定是什么，就是你知道吗？可能有别的原因啊，可能因为你们特别帅，大家都想要跟你们做朋友，对不对？你们一定有这种困扰。你们买远距教学吗？有啊。Hello， 船长，晚上好。所以大家见是真的还是假的？哪些是真正的粉丝一样？大家应该是真的吧？真的。
包子。那我还真没这种状况。没有，可是就是你知道吗？我是特别奇怪的人啊，就是呢，可能我很，因为我就很害怕人家，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我可能我只是夸饰一点，就可能就是有些人认为你很有趣，想跟你当朋友，我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跟我当朋友？因为我很有趣。什么挖锅吹的，大家是吹的。你们都是真真真真真的我的宝宝。那我懂了。嗯，我刚刚说了什么吗？你什么意思？你懂了？哦，其实我是假粉，所以请不要把我当宝宝。那我就只好把你当成，把你当成什么？有些人是真的觉得有趣，就是你们懂那种感觉吗？我是想要教，就是说我们的，就是他想跟我交朋友是因为想要跟我交朋友，不是因为各种奇奇怪怪的原因想要跟我交朋友，你们听得懂吗？可能我比较个性有点怪，就是奇怪吧。楼上别想趁机跳坑，把我当成，我就只好把你当成臭大件。嘿嘿，你就是臭大件。哇哇哇！我只好把你当成臭大件了。奇怪，会吗？哦，是了，没错。才会知道是真的好，其实也是没有。其实主要有一个原因是我不想交朋友的，嗯，也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太容易相信别人，我超级容易相信别人，所以我也是可以先保持距离去感受。就是我只要跟我很不喜欢，我不想要交朋友，原因是因为我很容易把一个人当朋友，所以我就没有很想要交朋友。会在车上吃早餐的张果，时间会慢慢认识啊。我看看，你可以问我姐要不要？好，你叫他。Hello， 我是小胖子。一开始不需要拉得紧，是蹦蹦。快点啊，他很饿。你要吃吗？你不吃。我点一个大卤肉饭，但是没带。我想吃一个小的卤肉饭。好，哎，他没有小的。你吃得下吗？你吃得下？没有。哎，怎么点呢、啊？按叉叉吗？没有，你跟我你要没有你自己按。我就想要，哎，你喝玉米汤，我们一起喝一杯。一碗，很好喝，好不好？那鸡汤呢？那没关系，我跟我姐一起喝。好啊，我先问你姐姐要吃。好，我等一下再给你。是蹦蹦，是小胖子，大件意图外送。小胖好，不要太单纯。就是我的困扰了，我知道我的困扰是什么呢？就是呢，因为我自己的问题，我太容易就是什么太容易相信别人了，所以很现在会觉得说不想要交朋友。但也没有啦，就是但是当你遇到真的就是可以就是当你遇到那个好朋友的时候，就觉得啊，我可以跟他当好朋友。麻烦从南部送上来，那你相信我？相信人至少要知道大学不是都跟 TTP 的成员一样多呀。你姐要一个大卤肉饭，你有点了吗？我点了。那你到底要不要跟我一起吃一个？你跟你姐一起吃，因为你姐本来讲说要小卤，只是我讲说没有小卤。她姐，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啊。我姐姐一整天都还没有吃。我想说我留给他吧，看你啊。可是我怕我吃不完。你
有没有是可以当宵夜吃？你就先买，我应该可以吃一点。我妈咪也可以帮我吃，跟我一起吃。你不要跟我就汤，我想喝汤，拜托。你就那你就点一碗汤，我跟你姐讲一下就好，或者是你就直接点。你这样折了折了折，那你相信我们也想跟你吃饭吗？怎么我的奶奶一整天有啊，还有吃面包。郭姐真的是自己知道问题，应该就看好看，多认识的。想要想说不想跟你们听，那就直接写。Hello， 旅馆，小社会，应该多少都有点没事闷闷的，请不要虐待我的脸。我有去帮他买吃的啊，今天早上。他有吃那个我们家附近的那个，我之前很喜欢吃的那个饭团哦，饭卷。最近好像很少在直播上面吃，你知道我之前每次都会咬，都会吃的那个叫做什么？饭卷，对，它就是饭卷。工具国家给我好照顾，因为国姐比我还要懒，她是那种她可以很就是她可以，就是她如果待在家的话，她可以不吃东西，因为她懒得想她要吃什么。但可以声音出演呢、啊，就是饭卷啊，饭卷，不要，这样也可以。这是我的姐姐，现在波台都比较好的。我跟你们说，我的体育课是瑜伽课，我上瑜伽课，超开心的，因为我一直很想上瑜伽，但是我都一直没有去外面上课，所以我这次上瑜伽课，我很开心，很棒的瑜伽课，绝！我家瑜伽怎么了？好糗，体育课很重要，好糗，很不错吧？现在给我挑室内课，难道？其实我第一个选瑜伽，其实我都蛮想上的，还有羽毛球，羽毛球我也想要，但我觉得还是瑜伽好。我选的是社交，好不错，社交舞也很棒哎。我忘记我们那时候有什么选项了。慢活的瑜伽很适合。你大学了吗？请问你刚跟我们在同一个频道里面吗？还有这种课，瑜伽课要抢吧？没有哎，不用抢哎。可以偷懒补个眠。你是上瑜伽的时候，喵喵喵喵喵，这是你的小玩具喵，这是你的小玩具。你过来，你过来这边。吵死了，你吵。有没有听到波诺很大声的踏脚声音？等等，在看，跟某个生气一样很大意的。我拿你的脑袋居然能读大学，他是诧异你竟然，你刚刚就不在哦，对吼，这样你才会到处狂奔，下盘才会哦 ，yes， 不行啊，可能你们哪天就看到我每天回来，今天那个羽球的时候又跌倒这样。这倒是，你要是稳一点，大概有没有会踩？
抱着 Tigger 不会有反应啊，我抱着他的话。你的狗狗像猫猫，猫猫像狗，它哪有像猫？不能哪有像猫猫。你好，苹果 Q， 苹果 Q。那怎么人家戴发箍就很可爱，我戴发箍就不可爱这样？对，你今天是巴士要早关。有吗？他刚抓到线，好像在啊，你再这样吧。我的玩具嘞，玩具嘞，我的玩具嘞，我才没有嘞，我才开了一个小时哎，没有干嘛早开？因为我想说今天要玩百万英雄，结果第四题就阵亡了，我真的很不开心哎。因为他偷跑啊。什么？嫦娥的什么住的地方叫做什么？我的玩具在这里了，这里。错是 AKB Team Team 乐队长，不是啦，他没按答案。有广寒宫这个选项，好像是有。正润宫，我没有按到啦，我在等你们的答案，就我想说问一下我朋友，结果因为我想我以为他也有在播，结果他没有播。原来要哥哥今天可以开到跨日，这样哪天我心血来潮的时候。我现在修身养性，当乖乖的果果。主要是我发现我播很久的话，你们也是挺折磨的。哦，那是蓝哦，不是念润吧？你快点，我揍你哦！我有没有听错？我还以为那个有没有长得很像那个润的字，哦是这样子哦，啊我不要跟你们讲话了啦，我觉得你要吃润饼吗？蓝饼哦哦，刚刚有电话没抢到狗狗，哇！你帮我，你帮我，我又那个，哎 ，hello， 发现十次，好来，我好像在等我，你不要再咬你自己了，啊啊！咻啊！等等我，请稍等我一下。
喽！企鹅君，企鹅君，哎，企鹅君，哎，我的企鹅君，我的30周年，欢迎！我很喜欢吃那个，哎，你们知道吗？很像是过年的时候，嗯，不是，就是一个很好吃，好像那是润饼嘛，好像是，为什么？等一下，很像是润饼吗？就是里面有包花生粉，然后好像还有什么，我就不记得，我只记得有花生粉很好吃。润饼，它好像就叫做润饼，对不对？不是有不一样的润饼，它的润饼，对啊对啊，哦，好想吃哦。就是这个东西超级好吃的，我之前是在新叉餐厅吃到的，但水润饼是不，我喜欢吃润饼，58先说是润饼还是蓝饼。哎哟，我的天哪，国文也太差了吧。水润饼是什么呀？来查查看。为什么我是不是豆鸡眼呢？我的感觉，我的脸上看到毛，但是又弄不掉。Tiger 的毛， Tiger 毛， Tiger 毛。哦，我找到了。帮忙，润饼真的可以包很多。我喜欢吃新叉的，你们知道吗？没有感觉，你都抓贴个来蹭脸啊！水润饼，水润饼，什么是水润饼啊？这看起来很像那个哎 ，burrito， 那叫做 burrito 吗？我找给你们看 burrito。长得像 burrito 的外面，那个叫做什么？墨西哥那个，对啊，那个饼。先去洗澡，等等，我的台是有什么洗澡那个感觉有点像，对啊，那个水润饼的皮长得很像。你看这个啊。洗澡，对对对 ，tortilla， 那 tortilla 吗？这是叫 tortilla 吗？它叫 tortilla， 是这样念吗？都是饼皮。我喜欢吃那个花生卷冰淇淋。哦，我的皮肤怎么这样？哦，水润饼倒是能夹花生酱汉堡。
OK， 好。Torture， torture， torture 是什么？ Tortura， tortura。拖吃啊，拖儿，你这样子打拖儿吃，很像吃啊，拖儿拖儿 ，T R 发音 ，tortilla，tortilla。雪瑞美现在全台只剩一间店在做，真的吗？而且我实在是没有听过水润饼诶，水润饼是吃什么啊？吃那个饼哦，水润饼，新竹。就是直接这样子吃哦。我来查查托儿吃了。托儿踢啦。玉米饼。Tortilla。Tortilla。Tortilla。一种。再减味肉桂，肉桂，我喜欢，感觉好吃，所以为什么我刚刚下载到现在的这叫什么哈利波特还没下载完，太下载的太久了吧，新竹是吧，没错，期待。连新竹大概只有数书背哦，背面面，对，没错，面面跟竹宝都在推荐我。我来看一下我的。水雾说玩了12个小时，有这么好玩吗？游戏容量比较大是原因，还有就是你目前还在直播，没有啊？我偷国姐的手机直播，因为我怕我手机宕机。嗯，我最近在逛网购。我最近呢，我今天起床就是呢，我跟你们分享，我不是手游上瘾，我是网购上瘾。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就看到一个很好逛的网站，然后我就想说，天哪，也太便宜了吧，真的非常便宜耶！就是我很想要一双鞋子，才200块而已，我就很想要买看。然后呢，我就一直逛，它有很多好，还有很多看起来很不错的东西，然后都不贵，这样，然后就看一下，想说，哎，有点累了，睡觉一下好了。啊，我知道为什么了。我今天会8点起床，就是因为我今天早上我想说有点累，就睡觉。然后我就放手机在旁边。结果我睡觉起来之后，我就想说，啊，好想逛哦，因为我昨天晚上还没逛完。我就快点，我就起床，然后呢，然后就躺在那边，好好的。网购，我买了大概5顶帽子，真的很便宜耶！我买了5顶帽子，我的照片呢？请来继续昨天，没错，给你们看这个，这样子，它才卖128块，
我就很想买买看，因为这种鞋通常也不是说要穿出门，就是可能你只是想要拍照可以搭配的鞋子，所以其实也不需要太好走啦。我想买白色的，而且你们看这个包包，这个包包才300块耶，好像是不太能，这个有后面有那个，啊那个那个，就是这种包包，我就很想要买买看。靴子100，对呀、啊，而且我跟你们说，你们知道帽子多少吗？我来看一下帽子多少钱。虽然不知感觉怪怪的，帽子125块，帽子125块是可以买。国妈刚刚问我说，有人要买东西吗？有人要买东西吗？有人要买东西吗？我回了不用之后回了嗯，我要绿茶，不是，是台币，可是我觉得可以穿着拍照啊。帽子但又不怎么好穿，久了会伤，所以我说我只是想要拿来拍照，因为我没有好看的鞋子，我都只是我的鞋子都是怎么讲，我的鞋子都是那个球鞋，有时候想要搭配的话就没有鞋子，但是我又不知道，就是对，就是对，拍照用合理对吧，很合理吧。像如果那个实体到的时候，你们都知道，去主厨家捡衣服就对了，是吗？这个价钱，不然我来到时候来，就是买买看，然后，因为我之前有买过一双，你们记得我穿去，这双，就是有一双很可爱的白色的鞋子。就是这个，嗯，我那时候也没有买很贵，买鞋子那时候我这双也买才，什么声音啊？哦，怎么不见了？哦，所以我就想说买买看。我给你们看一个很好笑的图。嗨，哎，怎么找不到？我记得我有。Hello。你们是不是看不到字？当猫咪搭上时光机，人类依然还在为我们服务。然后他说。很好，然后狗狗呢？他写说，有一种球会啾啾叫，很好玩。他说，那个狼说，你到底是谁？我刚刚看到，觉得很好笑，很适合果果穿。好的，该来去睡觉，礼拜三吧。啊，好的好的，志宏快去睡觉。晚安晚安晚安。这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艾瑞克晚安你，晚安晚安。
他可是128是否是太过便宜？晚安，请早早，请快去睡觉。但我实在是很想买买看呢、欸，帮我来看一下。可是他们有那个哎、欸，有人穿，然后拍照，说物超所值。哦，它是长这样子的呀。哦，它那个鞋带是有一点点，很好看呢、啊。这是人家拍的照片。你在家有开场，有时候会开，有时候不会开。发家也不错看，今天的衣服，对呀、啊，这是我那天跟我国爸出去的时候看到的，他在特价我就买了，很可爱。我之前有一件铁灰色，不见了，还有穿不见了。I think I'm falling for you.你怎么？你讲完了，干嘛乱讲？好了，是国爸没错。嗯，嘿嘿，哎，没有，不是国爸付款，是我自己付款。对，没错，就是第一个礼数，父亲节可以。I think I'm falling. 谢谢可乐，完了告白气球。妇女装，没有。国爸说他不喜欢那个版型，他喜欢那个袖子到，就是你知道吗？盖到这边的那种，那个太难找了。晚安呀，上田 ，really 有点怀疑。Yes, I bought it myself.I buy it myself. I bought it myself. Nothing. 哦，我跟你们说，还有一件事，就是老师今天在讲文法的时候呢，我真的很有在听，我有在听老师讲话，但是我听一听，我就会突然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他讲的我都有听，但是我实在是听不懂。为什么你刚刚蹲下来的时候骨头咔的一声？什么？你的骨头咔的一声？骨骼会晃神？不是，没有晃神，就是有在听那个声音，有在我的里面，但是我内容又没有听到，就是很像耳朵在冒烟一样，与世隔绝。我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哎、欸，这个发音有点 fear too clear 什么？Clear， 可以讲，房间可以张长椅跟懒人这样子。可是因为我地板是我的房间是榻是什么榻榻米屋嘛，就是我下面有一个我有一个外面，然后哎、欸、我给你看，我朋友上次说哎、欸、这个房间长得很像你的房间呢、欸。然后呢，我就觉得很好笑。但是我的房间是真的长这样。I think I'm falling for you。嗯，我寻找一下。就是我房间是长这样的，就是这种。就是外面也有一个那个，我都是拿来放衣服用的。合适啦，不是他脑袋给我装，妈呀，就是脑袋宕机了啦。博云晚安，博云，原来你会看国台，我们那么可爱，谢谢。不是拿大熊房间出来吗？嗯，
大雄房间不是，哦，大雄房间那个才是榻榻米是吗？哦，大雄房间那个才是榻榻米，我不是，我是合适啊，合适。有点哈？什么？你说什么？我不。谢谢，我想说你嗯，想跟你一起吃哎。我不要跟你一起吃啊，你自己吃。好吧。哎，你叫啥？谢啦。不过喜欢日式房，不是，我没有喜欢日式房。可台合适也是可以铺，但是我铺的是床垫，我被拒绝了，不然会脚麻。有时候直播玩的时候，因为我一直盘腿嘛，要是膝盖会有点伸不直。不过还好啦，因为我通常直播都一直乱动。我想要直播玩下去，嗯，今天想先吃，好好吃哦。嗯，我们刚刚才吃过晚餐，我今天晚餐吃油鸡，很好吃，好贵，很像是有这么一点。油鸡，对，今天晚上吃油鸡。可是它的它的卤肉饭的那个味道是他们的味道，就有时候会，有时候会有点想吃啦。我们终于到了要注意火锅饮食的时候嘛，终于想到今天。抱着你小腿不放。我是面派，我喜欢吃面。我也比较喜欢，嗯，真的吗？我是面派的，你也是酱油。我是，那一碗我才450大卡，我就晚上还想要吃章鱼烧哎，你们会觉得135元有两份排骨，有两个排骨，然后饭是加量的这样子，然后还有三个配菜，这样子很贵吗？135块。我再先回想一下，我是 club 50，对耶，我是耶，我已经50了，我刚好50整。但是谷谷的业配真的超级赞的，嗯，谢谢，还蛮大的，就大概
我也不知道，好像可能这样子吧，这样子是一个排骨，可能再大一点点，那划算啊。因为他以前我好喜欢吃那一间便当，他以前排骨很大一个，然后后来变小了，然后那天去吃我就很想吃，因为小时候就一直吃。然后呢，他没有加量，因为我是有加饭跟加排骨这样，然后没有加的话好像是90块吧，然后饭就是大概是我的分量吧，就是小大概是小碗一个小碗的分量，然后就一个这样的排骨，然后有三个菜，可我想盛一点，还有是可以分享的吗？如果可以分享的话就跟你们分享，因为90块的话是什么，90块的话还有汤800大卡，明天要运动燃烧我的卡路里，大概在哪里应该可以说吧。我现在讲啊，那你们应该找不到哎、欸。Hello， 博晨，晚上好。谢谢喵喵。没关系，你再做一点。我应该是补全部哦，我很抱歉，怕你们都没勾勾了。我那天真的很脏，大家都看不了。关于这个部分呢，我会再做一批视频，讲给大家讲解，是这样子吧。我好喜欢看哦，果果可以拍美食 vlog。嗯，对，我可以跟你们分享好吃的啦。果果要注意饮食哦。好的，我会。谢谢你的关心。这种恶劣留言哪有啊？现在去吃还可以。你说呢？可能已经可以尝试看看。我跟你们说，自从上次按到那个跟神秘主播联播之后，我每次这边都一直疯狂哦，这真的是。疯狂的跳出来，他会一直邀请我，我就一直按叉叉，我真的害怕我按错。我现在173呢，我甚至好像也没有174。看果果，嗯，怎么办？最近真的有点。没有，一个是因为。有时候呢是174，有时候呢是173。我在吃卤肉饭，我很想吃饭那口。可能是我之前。谢谢草莓酱送的粉红色 champagne， 你驼背哦，
没有，是因为坐在地上，像要这样看会有一点驼背。哦，你说我，哦喂，你说我那个没有，我应该没有驼背，可能是我们之前量到174的时候特别，我也不知道，可能就好的，是的。我忘记他多高了，他好像蛮小一只。你跟蛮驼背量，不然就是那个量的测量测机器有误差了，因为就是173跟174而已，一公分应该也没有差很多吧？是不是差蛮多？一公分。你看谁会是不小只，很像是大家都很小只哈。嗯，好好吃哦。我有一真祖祖兄妹不小只，他身高没有，我没有追过一真嘛，一真好像176不是吗？已经够高了你，我想当 TP 最高哎，他175吧，哦是175嘛，但是我是第二高。吃饱了，可以睡觉了。你再高我就不去拍照，我不会再高了啦。我已经停止生长了。一阵要175，你跟竹去跟拍合照也不会。姑姑是巨人，可以睡觉了。哎，可乐王，你不是去洗澡了吗？是你吗？还是你回来了？你刚刚回来的吗？还是你刚刚？没关系，你们就好好保住巨人的双主角。180，要垫脚了，我回来了，奥凯。啊，等大剑回来。他和大剑 together， 你别想逃，是你跟大剑吧？你跟竹去跟真拍合照，也不会令你两位非常聪明哦。我是很聪明的哦，的人类。我跟你们说，我最近给 Tiger 换饲料，但不知道他是不是不太爱吃，应该就会变聪明了，是这样吗？我很聪明啊，我不聪明吗？我可是很聪明的人呢。饲料不是要慢慢换吗？是啊，是慢慢换的啊，但他不知道是不是不太，他有啊，他有吃的，他都有吃。理工天才美少女，你要听实话吗？什么实话？我不要，我不喜欢。可以不要听吗？什么实话？
会长在 Q 吧。才应该合照，因为你都是因为都是呆笨呆笨蛋，待会就要睡了。你说我的饭吧，我已经吃完了耶。哎呦，我想睡觉了。吃完饭就可以躺了。I think I'm falling for you. If you don't call me, I drop off the roof. 那不是说有人还想吃章鱼手？饱了，我可以了，我吃不下。我买了乖乖，乖乖，等一下可以偷吃。一点点，三年级才有通识课啦。哦，二年级。哦，对啦，我记得了，我之前看那个，我之前看我们学校网站的时候有修日文，但其实大二才可以修，那个好像就是通识课。他那时候是写说，嗯，给你们看一下，他好像是写说，忘记了，他写什么来着？什么？好像是必修，好像课表查询系统，课表查询，哦，现在好像没有了。下个月十一号什么日？不知道，希望可以有生日会，生日会也拥有后面修的稍累。希望不要有身份证的财产。If you don't call me， 线上生不知道会不会，希望不要有生日会加一，为什么？什么国庆连假？找你找我啊，我在等你呀。哎，对耶，你来啦。哎，你来了耶。谁？我找你，我在等你洗宝宝才是对的。Don't call me, I jump off the roof. 所以周一补假，为什么会补假？国庆日，你要让我查，洗宝宝，你去洗宝宝了呀？
我每次跟我妈咪讲话，我说妈咪要去洗宝宝咯。只要国定假日在周末都会补假。为什么会补假？国定哦，国定假日哦，可哦。嗷嗷嗷嗷嗷嗷 ！Oh my god！ 你不是说你不要难吗？你谁的宝宝？小确幸哎！所以九十十一有放假，哇哦哇哦 ！If you don't call me, I jump up the roof。我不想要去学校，我是非常宅的人。这两年才知道一直补班很烦，还好现在的公司一律放假。哦，是这样，什么意思啊？就是有放假会要先补，要先补班，是这样子吗？去上课吼。我跟你们说一件很好笑的事，哎，我还没跟你们说一件很悲剧的事情哎，就是我那天上学的时候，那天不是上学，我那天去学校新训的时候，就穿了一双比较难走的鞋子。我走那个下坡的时候，要下来的时候，我脚直接拐到，我的脚直接啪，有点其实也没有很痛了，也没有肿起来之类，但就不小心翻船。以前国定假日在周末不会补假，是最近才有，真有点。哦，这是最近才的，还好的嘛，也没什么事情。我觉得是因为我的这边的骨头本来就可能有点分开之类的，就是那种脚踝可能已经本来就有一点。穿什么高跟鞋？我没有穿高跟鞋，然后大家就都认识了。没有跟姐姐要离开学校的时候说的，跌倒的。If you don't call me, I jump up the roof.I think I'm 注意安全，好丢脸的。没事，突然这样拐了一下，没有很大。Hello， Hi mom， Hi mom， Hello mama， Hello mama。有没有先拿手机拍照？没有。蕾蕾，我的姐姐，真的不想再看到有人受伤。不会，我没有说。耶、yeah, ，你突然外面有男孩子，你看他喜欢的新玩具。嗯。哎，为什么有这么帅气的黑色口罩？放你上面的。你放外面有没有放？我刚刚吃了章鱼，不是章鱼烧。那个是什么玩具呢？你看。啊！你在问我，我关播。Where are you going? Why is taking so long? It's a little fast.I'm not fat. I'm baby fat. It's just baby fat. It's just her baby fat too. 学姐不想跟你装，我可以收购我。那要卖比原价更高的价钱。我是说小胖吼。Oh, a little fat is a little fat. 什么我小胖？你说小胖还是小胖？你是说我的朋友小胖还是我小胖？多少五十不行 ？If you 2060收。是我英文菜吗？应该是我的英文有点问题。果果的英文是那个有点烂。你知道老师今天在讲，我们的老师今天在讲五大巨型八大类别，五大巨型八大什么？我听不懂哎。我也因为我真的不会文法，我
你是不是打击我的音？没有没有，不是，把他走，不是那叫什么？反正老师就讲文法，因为我真的是。什么？怎么跟我一样？跟我一样，跟祖祖一样。累，八大类别是吗？反正我真的是，就是今天我在听那课的时候，我的耳朵真的是在冒烟，脑袋秀抖，词类八大词类。什么跟祖祖一样？我妈咪说小胖要送人家礼物，等不及想要赶快先送给人家。所以说推车里的股要怎么卖？请记得去官网下定指定果果，放进推车里面，放进购物车里面，将会拥有推车里面的果，在深写这里面出现。真的不要玩魔法学院那美好，这个是大学才教吗？我老师就讲到这个，我想说哇，我还真不会，我真的不会文法，我的英文真的很烂，这只是会就是会听，但是其他都不会。对对对，吃那些，对对对，什么这个叫什么我不知道，推车的国的腿真的是有个钱，我的腿腿，我想要先跟你们爆雷哦，每个月都想要先提前爆雷耶。If you don't call me， 情人一个月，我很希望知道十月是什么。不行啦，一直说很想烧我，我真的很想要烧爆你们，我需要真人在推车里面。感受到强烈的讽刺，我真的没有讽刺啊，真的，那我真的英文是不好，就是我要打字我都打不出来字，什么动词啊，还是什么干嘛干嘛的。A little bird told me， A little bird told me， Who told you that？And you sure? Are you sure it's Halloween? Maybe it's not. Hello, Anita, 晚上好。If you don't call me， 美丽。我们是在讨论你踩的还没中伤，那腿是在谁的腿？我的腿对吧？到底哪个月的钱包才不会死呢？祝你好运 ，subject verb object compliment， 那是 compliment 吗？不简单，对呀，就是那个。他的鼻孔都放大，就是那个真的是不费。我刚刚说了，除了你的腿还有谁？真的很好看，不过腿很香，香喷喷。我的脚丫丫也很香哟。现在是时候去广播了，我要去找国妈，跟我的小胖。一真腿啦，什么？谁说的？谁？小芳芳说错时才没有，每次说要准时关门，永远都没有办法准时。去找姑妈撒娇，这个就有待商榷。我德全大先聊，是那个比鹦鹉更爱一真的上庭吧？
我看名字就OK， 帮人小炮 say hello， OK OK， I will。我的名字怎么了吗？其实提到一阵是你。好了，我来念排名。今天也是蛮早的，今天的第十名是柠檬，谢谢柠檬。第九名是博晨，谢谢博晨。第八名是猪宝宝，谢谢猪宝宝啾啾。第七名是可乐娃，谢谢可乐娃。第六名是啾啾，谢谢啾啾。第五名是吉米粥，谢谢吉米粥。第四名是草莓酱，谢谢草莓酱。第三名是小吴，谢谢小吴。第二名是志宏，谢谢志宏。第一名是黑流星，谢谢黑流星。嗯啊嗯啊，真的是他，这妹通常都是臭脚。没有，我跟你们说，超爱干净的。我是洗澡啊，要洗的非常干净那种，就是很干净，所以我脚很香，而且我脚也不会流汗，所以果果认证的好香香脚丫丫哦。除了头发，对，自己承认，早点休息哦。If you但超爱干净。开始想睡觉了，我不能为了好的。来吧，我们说晚安，说晚安，说晚安。品贤晚安，志祥晚安，回回晚安，雅素晚安，德全晚安，瑞克晚安，古早古早味晚安，阿翔晚安，大静晚安，佳祝晚安，品贤晚安，可乐王晚安，阿翔晚安，向婷晚安，德全晚安，品贤晚安，壮晚安，安夏卡拉卡晚安，艾瑞克晚安，黑流星晚安，小吴晚安，壮晚安，可乐王晚安，店长晚安，姐差摩萨晚安，玉晚安，夜风明月晚安，暗红晚安，我要去洗澡了，不泡沫你会吗？晚安，小白兔晚安 ，Lolly 晚安，樱桃猫晚安，晚安，月下晚安，希恩晚安，好晚安，为什么要抱歉？不是用抱歉啊。没电了，果果没电了。金水小偷凡你好，我要下播了。西兰网，我们礼拜三再见。那你就放着给你关机啊。好啊，晚安。不行啦，我刚才不小心睡着，我每一天都在收到那个电话，不准你在直播。一秒，哎，等一下，晚安，平贤恩，晚安，星期三见，星期三礼拜天，星期三是不是星期三晚上八点见 ？OK， 星期三晚上八点哦，因为没有关系，星期三晚上八点还可以来，321披萨，么么。